好，我们看第十六题哈。他说一个摆锤哈，带有正电荷哈的单摆，我们假设是正 Q 好，那它的摆长是 L 了哈，那周期是 T， 哦，周期是 T 的。那现在哈，像一个带负电荷的小球，哦，这个叫负 Q prime 哈，我是随便的。好，摆在呢这个单摆的旋点上面，设单摆的周期呢就变成了。变成 T prime， 那么 T prime 跟 T 哪个大？事实上的话一样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这个旋点上面哦放一个 Q prime 的话，它在这里摆动的时候，比如说摆到这里，这个负电荷哈对它的重力哦始终呢沿着什么呢？沿着这个绳子的方向，所以它在摆动过程当中的话，绳子的张力会改变。但是它切线力都没有变，切线力的话是谁提供呢？就重力嘛，重力在切线方向提供的分力，这个都没有变啊，只有切线力它会影响什么呢？影响摆动周期啊，这个法线力只会影响什么？影响绳子的张力，所以它绳子张力会改变，但是它周期不会变，也就是说周期 T 不让等于 T 了，所以答案的话呢，填等号。